别来无恙，太心，想不到你竟与倭寇为伍。当年师父将你逐出少林，看来真是没错。去恒师兄，如果当年我不被逐出少林，也许站在那儿的就是我呢。少废话，来吧。 这就是魔科指。是，大金刚掌。 接我一掌！ 寒蝉赤龙，这就是少林最文明的掌法。看似平淡无奇，只是正正一掌推出，并无拳脚招式搭配。其实各中大有学问。此掌力分为短、中、长三重劲，寸劲破体，冲劲压制，长劲灭敌。 三重浪接连发出，此掌威力啊，石破天惊。少林和尚敢小看天下英雄，可有的苦头吃了。丹仙用的是五行拳。 佛坐孔雀，这一招精准多变，大开大合，锁龙，锁龙，这是五行拳中最狠的一招。想不到，檀仙还有这压枪点的绝学。 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
你怎么会少林罗汉拳？我学过。林展浩，不过如此嘛。
输了，我还没死。我现在就下令杀死所有的僧兵，然后屠城。但是我会让你活着，让你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走，